39岁陈姓范闲为诈欺集团提领车手，本月初在本辖提领款项之后，即遭专案小组锁定，经跟监多日，向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报请指挥侦办，在取得拘票之后，于今日下午15时许，见陈贤驾驶自小客车停等新北大道及中华路口时，即上前围捕。陈贤为避免警方逮捕，驾车冲撞其他民车，原警在危急情况之下，朝轮胎射击7发。陈贤仍驾车逃逸至中港南路时，撞击围墙，之后弃车逃逸。原警也立即上前顺利逮捕到案，在警询之后，依诈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